你这样子不动它。应该是一个架子，用个架子就好，用个架子就好，这个。声音太大了，刚刚 ，Wow， sorry， 对不起哈，那个有 feedback， 刚刚是太极什么？太极凤上舞，实在很棒，功夫很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请一个诗歌朗诵的朋友在这儿吗 ？OK， 我们掌声欢迎。即兴给大家朗诵一首诗，是《再别康桥》，估计大家都比较熟悉。你这个放大了，怎么放大？对于各种演绎都可，我希望我的演绎大家能喜欢。OK。好，上面转起来。轻轻的我走。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。波光里的艳影，在我的心头
啊呀，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里张罗，在汤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那余荫下的一潭，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躁间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寻梦，撑一只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，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声响，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，悄悄的我走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OK。哇，再别康桥，我才知道。